个动作就好了，只要你们会这两个动作，等一下就可以跳得很快。一开始呢，先原地原地点，然后再来准备拍手，一拍二拍三拍四拍五拍六拍七拍八拍，对，打拍。拍了八下以后，另外一个要拍手五下，要先往旁边，对，一二三四拍五下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再走回三四，一二三四五，就这两个动作，等一下就可以很厉害。好，爸爸来，还有我们的小宝贝，双手打开，准备喽。好，爸爸在幼幼班，很明显，很明显，爸爸在幼幼班哪一个？
决定。